不知道三星用英文怎么说，突然之间忘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哈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要去公公婆婆家蹭饭了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所以我们打算散步过去。不过呢，我们也不能一直白吃白喝，所以我们这次打算带几包饺子过去给他们尝尝。路上闷了还可以睡个午觉，在丹麦这边小朋友睡午觉的时候都是给放在外面睡的。到了，我们刚到，然后准备吃点东西，因为走了这么久太饿了。来来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某人我让他做两盘饺子，我们做下午茶吃，结果做好之后人家觉得太美味，自己在这里悄悄的吃了一盘多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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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饺子太好吃的。那你也吃的太快了吧，我们做的是四个人吃的。我饿了有，那我让你吃粥饭你还不要吃粥饭，那你还要把我的饺子都吃光了。粥饭我没吃，因为我不饿，显示不饿怎么办啊？饺子有我吃的。那你吃的太多太多了，脸太厚。我要摸一下你的脸厚不厚？没事，脸皮太厚了。还有，我们还有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再煮一包吧。今天给莫拉带了一个大围巾，这样他吃饭就不会闹到身上。来来来，鼻涕来了，擦一下擦一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哎呦喂。And then the other two white, one is the pork with a kinnikle, yes. And then the other one is a 三星，我不知道三星用英文怎么说，突然之间忘了。发现现在就是要给他用大的围巾，小的不行，小的因为他腿上扔到哪里都是的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你怎么这么喜欢吃饺子啊？妈妈的中国娃。I like the vegetable ones the best. Yeah. But we don't have this kind of vegetable in the supermarket here. It's good. 这款迪士尼宝贝狮子王包巾是 Eden Ennis 的，它采用极为安全舒适的穆斯林棉，既保证了柔软亲肤的舒适性，又保证了透气性。这款包巾曾在欧洲获得妈咪宝贝产品适合婴儿的最佳产品金奖，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时尚设计奖。在北欧富养孩子的理念大家不明说，但是做的却特别到位，从宝宝物质上的需要几乎苛刻地选择最好的产品，到情感上给足宝宝及时的关爱，其实这样宝宝长大后会拥有更强的感知幸福的能力。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北欧几个国家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吧。
Hello. Oh. Jeg er faktisk bare mundspiller. Tak. Yeah.